但这一段呢是 rapper 在唱的一部分，节奏感比较强。前四拍呢，我们要摆一个比较酷的 pose， 一二三，第四拍的时候抬头抬手，然后抬着手往前走三步，比较气势的三步，然后第四拍定住一个 pose， 身体向右。二三四的时候呢，刷头，右手从脸前面刷过来。三第四拍的时候，它有一个音效 Prince， 它唱 Prince 的时候呢，我们撩一下右边头发，然后手慢慢滑下来，两拍五六七下八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转身，准备往后，同时右手打到左肩，甩头，七八八的时候是一个带着做胯，这个右手呢是一个大拇哥顶在下巴上。就是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的时候是一个 pose， 四拍，左腿弯曲，右手叉腰，重心放在左边，四拍，三二三四，五六七八也是一个换腿型的动作，右手在先在胸前往前画两下，一个，然后换到左边两个。这是一个垫步，先动左腿，然后跟右腿，左腿右腿换方向。后面的话，先翻腿，两个手往前搭，四搭的时候呢，我们把手收起来，收到胸前。三四往前画一个 wave， 三四收起来。五六七八是三个卡，先往左。两右，再往左的时候，也是右手刷头。这舞好多右手刷头的部分啊。后面是一个下蹲，一二三四收腿，五六七八扶臀起，二三四的时候，我们要，我卡了，我能接着来吗，全儿？你能把这剪掉吗？效果比较好。可以了，我不动的，我在原地呢。那你继续说。啊。说。一二三四的时候呢，我们先下蹲，刷腿，一二三四收腿，五六七八扶臀起，五六七八，二三四的时候转身，二二三四，五六七八的时候。把左手插在腰上，右手从上边往下滑，五六七八。那我们今天的部分就到这里，我们从头到尾喊拍子来一遍，从 pose 开始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 prince， 五六。七打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打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。今天的部分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싶다면 색다르게 시작해.